大家好 ,STEDOM, 今次就介绍九港铁路。这个头等成人车，哇咁惨。咩事呢，我都唔系啲咩好讲求係啦。还接受到嘅係污渍就话呢啲吓，真係啲污渍吓死。行啲抹下。係啦，呢张成人头等车飞。哇，竟用咗几耐啊？张飞点解残到咁嘅？啊，唔系好清楚啲飞几时设计，系啦，去到2007年合并先至停止发售，系啦，应该唔少都销毁咗。系啦，比较少人买头等车飞，多数啲人都系买普通等嚟收藏，所以嗰啲系好平。咁啊，头等就贵少少啦，见啲人都卖成100几蚊咯，四张飞一齐。系啦，咁啊头等就黄色啦，始终系啦，佢个服务颜色就系黄色啦。咁系啦，九铁双箭嘴千九系呢个平行四边形度走出嚟咁啊，唔系走紧入去，其实佢车尾灯系啊，系有个一字喺度啦，突然遮住咗睇唔到。咁终点站就系 KCR 啦。即係嗰個怪整個公司名，係啊！好奇曬有依家啲即係合併咗之後，仲有冇呢啲咁嘅資料喺入面嘅咧？真係，尤其依家東鐵過埋去屯馬線啲資料，仲有冇留嘅咧？咁啊，條款嗰啲嘢啦，都係根據九港鐵路嘅附例條款發行，票值就要同你買嗰個車費一樣啦，只適用於購票當日嘅啫。係啦，咁後面黑色啦，冇嘢睇嘅。其实是黑色嚟噶，好深的啡色咯，都未至于黑色。系啦，咁好啦，今次将车飞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